剪掉。我要剪掉。我要你的笔掉。然后你还有变天手变身手表，哇！创意大发现吗？我心里在做一个新的游戏，我、哦，哎，穿过去了。是创意大发现。声音啊，我来帮你看一下好了，救一下哦，哎呦，怎么没有声音？喂，你好，我是柠檬哥哥，请问你哪里找？你好，我找柠檬哥哥。这么巧，我就是柠檬哥哥啊。等一下，怎么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啊？请问你是谁啊？你好，我是妈妈。妈妈。原来你是在跟我玩呢、啊。这个剪这样一条一条的呀。怎么这个电话长得这么特别、好像在剪衣服一样，在做一件衣服。真的没按键呢。好，那既然刚刚是默默你跟哥哥玩，还会这样穿过去。小朋友，等一下会有两张图片，请你们帮我看一看。这两张图片里面有哪里长得不一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开始走吧。这个太简单了，妈妈知道哪里不一样了。是什么不一样呢？你也发现了吗？那是哪里不一样呢？柠檬哥哥，右边的图电话上也是我做不一样的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左边的图片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电话，到了右边，哎，怎么按键都不灵了？这样电话就拨不出去。